就这样直接压上就可以了。嗯，然后要设置什么呢？你不需要设置，你像原来的像有尺寸的话，这里点修改就可以改了，这里直接尺寸可以改了。啊，这里是修改尺寸。嗯，对，嗯、直接可以输入，你像第一道要压50就可以压50。50张，这是表示张。不是50张。嗯。它是第一道横距离。嗯。然后这是第二道横距离，像60，第二道横距离。第三道就可以设置。嗯，这个应该它说明书里面有的。嗯。就这样就可以压一下看看。嗯。纸张要靠齐那边。嗯，要纸张要靠齐那边。嗯，好。啊，就出来了。不清楚啊，不清楚啊，能不能有啊，就这一条线是这几条线，这一条，然后这一条，这一条，这一条 OK。 哇，好热。折别的纸是吗？嗯。现在折这个黑色的纸啊，哎，好。黑色的。嗯。这边要对齐。嗯。啊，这下比较明显一点啊。有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四道，对。哎，这压得蛮好的。虚线可以压吗？可以的。